快坐吧，快坐吧，快坐。坐下聊天啊，哎，就爱看你们这起哄的状态啊。进山逐营几千秋，云锁高飞水自流，万里长江飘玉带，一轮银月滚金球，远自湖北三千里，近到江南十六州，美景一时观不透，天缘有份画中游。这个没猜着吧？这就看谁啊嘴快手快，那多开心啊！干惯了这个，给县长都不换，县长不跟我换。哼，谢谢各位吧，都是北京这一块的吧？对，啊，哎呦，还有外地的，哎呦，又感慨，啊，打甘肃来啊，谢谢吧啊。那个一看见这么些人我发自肺腑的高兴，什么时候这个评书也能出去巡演去也就是个乐了啊。可以累啊，你说相声还有人替你呢，我说一段下去了，这要开书馆就是一个人啊，这玩意儿不好骗是吧？不好骗啊，也不能太傻，我们是真傻。好吧，谢谢谢谢，这几位是挺没文化的。以后我无论到哪儿，我都带着你们几个人，好不好？好。嗯，还好呢啊，我也是不嫌丢人啊。嗯，其实这两年，你看由于种种原因吧，出门还是少了。之前我记得演出这儿去那儿去，这一年我真是有一半时间在外头。这老出门，其实不爱出门，一上哪儿去。有时候当地的媒体采访，您看您来我们这儿了，您就愿意上哪儿玩去吗？我们这儿有什么山，有什么什么地儿？我心说，我哪儿也不爱去，啊，我打小干这行，走南闯北，已经没有那种出去旅游的欲望了。无论到哪儿去，一下飞机，然后从这儿开始到酒店，酒店我也不出去，吃饭我也不出去，就在屋里边随便点点什么，啊，一直到明天晚上演出了，到剧场，剧场演完回房间。睡一宿觉，转天就走了，就天天是这儿。哎，你说哪儿什么风景区啊什么，我真没去过。不像我们那儿有些个小孩们哈，还有高老师高峰，无论到哪儿还得上人家动物园看看去啊。这也是他当年说相声年轻那会儿，我没带他去过动物园啊，耽误孩子了。嗯，不爱出门，出门麻烦啊，还得住酒店。这些年住酒店可是没少出事儿。净是笑话，我们我们有一年拍戏，拍《祖宗十九代》，有一天拍完之后啊，你看说拍戏你们乐，真是不聊了，不聊了，不聊了。那道歉，道歉。我就记得有一天呢，拍完之后的凌晨三四点了，凌晨三四点才收工，然后回酒店，哎，就是我跟侯震。我们俩人就到是哪儿跟前有一酒店，反正住那儿困都不行了，四点多那正是鬼呲牙的时候，最困的时候，我们俩因为这酒店头回去，拉着箱子进了酒店大堂，值班的呢也困得迷迷瞪瞪的了，问人家说那个看看这房卡，我们俩怎么走啊，这时候说往前走，那就往前走呗，好家伙，长途跋涉呀！当然是后来转天我们才知道，其实我们一进大堂，那如果往这边一回头，就是我那房间。他说往那边走，那我们也不认识。后来知道就兜这一圈25分钟。哎呀，凌晨4:30，我们俩跟缺心眼似的，无人，就我们俩拉着箱子转吧。他给我们指的是你走的那头，等于是走了一个宫背儿，就在这儿，我们是这么绕下再绕回来啊，往前走吧，走走走走，终于看见可以往左拐了，拐过来一看坏了，他有一门，有一门呢，你得刷卡这门才能开，我们才能从那边往这边兜，我们俩就站那儿
老侯先刷刷刷刷，刷半天，我说这可坏了，说试试我这个吧，拿我这卡刷也不行，这黑更半夜的，人工作人员都睡觉了，我说这不要命吗？啊，哎呀，急得我们哎呀，一瞪这门，门开了。他是不用刷卡呀，啊，这门没锁，走吧。终于打开门了，我们俩就往里边走。哎呀，从那边往这边兜啊，哎呀，这通走，走了腿都木了，啊，因为看窗户外边太阳都快出来了。终于转到我这门这儿了，哎呀，我们俩拿这卡啊，拿我这房卡刷我这门啊，刷刷刷刷，刷了那半天呢，我都快翻脸了，我那么好脾气人都快翻脸了，刷门还是不行，这不要了命了吗？哎，再一看呢，是刷不开。我们俩拿这卡呀，在门铃那儿蹭啊。终于把门打开了，把东西放下之后，我跟老侯我们俩对视了一眼，就是今儿晚上那事儿跟谁可别说呀，太丢人了，太丢人了啊！这一晃，这个这事也好多年，确实没跟别人说过啊。哎，各位给我传播一下这事吧。这事儿多了，我上眼去，主办方安排七星酒店，太豪华了，住的我都瘆得慌，太豪华了，就整扇的大玻璃，就一进他这屋就好跟这棚似的，大玻璃，哎呦，夏天在这屋里边，这太热了，这屋里边，整扇玻璃晒了一天，七星级酒店，这空调顶到这上面来就不管用了，啊，早晨起来我那连经纪人在助理他们过来。送吃的，他们叫开门进门，他们都乐了，啊，因为炕上实在睡不了，我跟地上铺了一单子躺了一宿。哎呀，主办方花这么些钱，七星酒店，我在地上躺一晚上，你还讲理不讲理啊？行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，不说，不说。我是有正事的人啊。待会儿再给你们讲闲门，不能老说这个啊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啊。到了贾诩先生了啊。贾诩还记得吧？忘了。我得让你们说这句话呀，啊，要不然您各位这就白来了啊。我心爱的大诩诩，来到曹营面见曹操，啊，说了说张绣要归降的事情，曹操很开心，这个事情。就算同意了，打算留贾诩，贾诩没同意，我寸功未立，何以面曹？啊，回来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这就是贾先生聪明的地方，又打这儿出来，又回来，回宛城面见张绣，说您放心吧，事儿都给您办妥了，曹操也很开心。我们见面之后怎么说的，怎么来怎么去，讲了一遍。张绣挺好，那行了，那算放心了呗。啊，整个城中是免遭屠戮，要不然一打仗，这城门打开了，人家一进来得死多少老百姓啊！好事儿，择良辰选吉日，开城献降，这是有仪式的，带着自己的兵符令箭，带着印章、合同章、公章都有啊，带着会计，来来走，咱们投降去了啊！这都得给人家呀，哎，到城门外边等着，哎，人家。曹孟德带着文臣武将，带着自己的儿子，带着侄子，儿子叫曹昂，曹子修，是他的长子。这边是他的侄子，啊，他弟弟的儿子啊，叫曹安民。嚯，人家在马上那是耀武扬威，很高兴，打胜仗了嘛。张绣这也没有办法啊，客客气气的吧，就把人家曹兵接进了宛城。来到屋里边，该行礼行礼。该有仪式有仪式，这些个都不用表。接下来就剩下陪曹操吃饭喝酒了。曹操是很爱惜人才的，啊，这儿又有张绣，尤其是张绣的这个叔父张济，活着的时候，曹操那是也很佩服他，聊一聊家常，啊，想当年你叔叔如何如何，两军阵前多么的厉害，我们是有过来往的。现如今贤侄，咱们在一起共事了。以后咱们多亲多近，
反正就是官场上的客气话吧，啊，该寒暄要寒暄，该说什么都说什么。这都说完之后，连着几天，曹操是过上了舒心的日子。为什么呢？兵不血刃，得下了宛城，并且去了后顾之忧。后顾之忧就是张绣，如果当初打到许都，把皇上弄走了，北方局势就改变了。那么现在一切都没有了，跟着踏踏实实住着吧，挺高兴。一连好几天，这天晚上又喝了酒，啊，净剩喝酒了。这个武将啊，尤其是这个军营里边喝酒其实是短不了的。虽然说三令五申是要求他们喝酒要谨慎，轻易的不能喝，但是是躲不开的。因为那会儿来说，三国时期啊，很动荡，这军人呢，这个脑袋是掖在裤腰带上，不定什么时候就死了。喝酒呢，能让自己放松，所以有的时候，比如最近不打仗，没有工作，士兵们、将官们适当的喝酒，主帅是允许的。你现在就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嘛。曹操很高兴啊，喝酒吧。哎，这天晚上喝完了酒，回到自己住宿的地方，他那个侄子叫曹安民，伺候着啊，洗洗涮涮，都归置完了啊。说您睡觉吧，我们告退了。就这个节骨眼上，曹操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。啊，安民呐，在此处有美妇人否？这曹操也是人呐。你要说两军阵前这儿冲啊杀呀砍呐，啊，丁光五四打着，他没有这个想法。他就是闲下来了，吃饱了没事了哈，闲难受，他就会琢磨这个。只不过到这个身份，你所处这个环境、这个状态下，很多事情要考虑的周到。那我们不能说，因为他憋着找美女，就说曹操这人啊如何如何，这个也有失公允啊。可能也是喝点酒了，很开心。有美夫人吗？曹安民很高兴。怎么呢？为国报效的机会来了。有美妇人否？问这么一句话。有。怎么呢？他白天看见一个，哎，这曹安民啊，白天就瞧见了，离着不远，他瞧见一个，这女的长得又高高又丢丢。到现在我说书说这么些年了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又高高又丢丢。他白天确实瞧见一个美貌的少妇，一想这个这可以。妈，赶紧说，我今天就看见有一位，好啊，你把他带来我见见吧。是。曹安民就出去了。这种事情按说，尤其是这个身份，尤其在这个环境里边，这个事不能大张旗鼓的，嚷嚷出去怎么着也是不好听。曹安民没敢惊动大家啊，带着50个兵去的。这也是啊，这孩子办事不地道。他白天都看见了，知道在哪儿瞧见了，到那儿去啊，啪啪一砸门，人都睡觉了。什么事情？谁呀？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吓一跳啊！现在这个城里边，其实大伙儿百姓们也好啊，官员也好，心神不定。你现在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，曹兵进来了。哎呀，这砸开门，这帮人呼啦全进来了，这家人也不敢动啊，家丁啊、奴仆啊、院子呀、都傻了。这当家这美貌的妇人出来了，走，弄起来往外就走。家人都傻了呀，傻了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有人说，这个美貌的妇人是谁呢？他有个侄子叫张绣。你看这事儿乱就乱在这儿了啊！他要是找一个普通人家的，这事儿就不叫事儿。但恰恰她是张绣的婶娘，那家姓邹，邹氏夫人，那丈夫就是张继，就是曹操刚刚夸完人家那个张继，我们哥们好，他很厉害啊，马上部下大英雄，文武双全啊。张继死了，这等于是张绣的寡婶，守寡的婶娘嘛，在这儿住。
今天无意中让曹万民瞧上了，这儿弄走进贡去了。这儿来了之后面见曹操，曹操一瞧，哎呦，嘿，又狗狗又丢丢，我这点话谁都会说了。尊夫人认得我吗？为什么问这句话呢？曹安民来的时候已经说了，啊，我给您找一个跟咱家门当户对的，啊，张绣他婶儿，啊，其实按说，曹操就应该扬手给了一嘴巴，混账，惹多的祸。但这会儿呢，他也是喝了点酒，才有一个，他觉得这个事儿也不叫事儿，无所谓啊，还问尊夫人认识我吗？那能不认识吗？这飘飘下拜了，久闻您的大名，乃是盖世英雄，今日有幸前来瞻拜。会说话，这会说话，您的名儿太知道了，天下都知道，我很荣幸，我今天能看见您瞻拜，我能够瞻仰拜望您，啊，有幸来瞻拜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曹操挺高兴，啊，你夸他了，他能不痛快吗？夫人呐，因为夫人之故，我方纳张绣之降。因为你，张绣投降，我才答应。否则的话，你们早就灭族了。话说得很啊，你琢磨吧。因为你，哎，我好千里地以外就听见了。这儿有一个这个美貌的大姐姐，啊，我很爱。因为你，所以说张绣投降了，我就同意了。要不是因为你呀，你们全家早都完了。邹氏赶紧上前又拜。感念您大恩大德，哎，快起快起，哈哈哈哈，今晚与我同此枕席，愿共享富贵。话说到这份上也不用再客气了，那有什么可说了呢？啊，当天晚上邹氏就留在了这儿。呵，曹操很爱，因为这个邹氏呢既有文化，哎，而且呢素质高，他不一样了，他终归他跟张继他过了日子，他知道这个官宦家庭的日子是怎么过的，不管是说话啊谈吐方方面面的都能往你心腹里边啊，哎，触动你最要紧的地儿。那么曹操就很爱，嗯，很爱。但是待了几天之后，俩人坐一块一商量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终归你是张绣的婶儿，是不能跟他说，但是万里有个一呢，是吧？咱不怕他，可是他要知道了，曹操想我这脸上也不好干呢，以后他管我叫什么，是不是？叫叔叫大爷，是不是？不好看。邹氏也这意思，那我本来在那儿住着，突然间把家里把我弄来，万一我这侄子上家给我请安问好去，人家婶儿啊不在家，这玩意儿也不像话呀，那怎么办呢？曹操说，这样的，咱呢咱别住城里边啊，因为还有大部队啊都在城外头安营扎寨，你跟我上营盘里边住去，你在那儿住咱自个儿的地盘，张绣不知道还则罢了，就算知道了他能把咱怎么着？邹氏说，行，那我听您的啊，咱搬家吧。这就归着东西，由打这儿出来往城外搬。来到城外，哎，这正当中这个中军保障，咱们之前介绍过哈，营盘嘛，前面有这营门，营门是大马车立起来之后，就是营盘的门，也叫辕门。往里边走啊，往后边是这个什么粮草啊、火房啊，在后头这些个兵将围着两边，正当中这个，这是主帅办公、吃饭、住宿的地方。啊，他那个所谓的这帐篷也好啊，很大啊。前面呢就开会，往后走是他住宿的地方、休息的地方，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。搬到这儿来，曹操踏实，在自己的部队里边，在自己的营盘中料也无方，又何况身边有一员大将，名叫典韦。在三国里边提典韦，那是这份儿的，
能耐大，而且忠心无二，手使一对短瓣戟。您看过吕布那个方天画戟啊？他那是长瓣的，他这短瓣没有那么长，两把，这么拿着，40斤一个，两个80斤。关二爷青龙偃月刀82斤，他比那个轻2斤，这个不容易。你要说长把那个，您这么端着哈，你还能使劲儿，能泄劲儿。这个他是两手需要一样的力道啊，所以典韦很厉害。关键忠心耿耿。曹操告诉他：“你守着我这中军保障这正门这儿，没有我的话，谁也不让进。”哎，他说到做到，每天晚上，哎。典韦跟这儿等着，安全第一呀！啊，他们开始了桃园生活，哎，两个人很幸福啊。这个事儿没有不透风的墙啊。你看，关键人家这个邹氏在城里，他有家，他还一大家子人了，又何况你们来之前，人家张绣这天天过着日子呢。叔死了，婶跟娘一样啊，隔三差五得过去问安去，那个能不破案吗？到家去一看，我婶呢，全家人都傻了啊，没不像话呀啊，怎么回事？那家里人就说吧，这说来话长了，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个庙，啊，没有那老道。啊，那天来了一帮人，啊，来了一帮士兵，然后把太夫人请走了。啊，不像话呀，在这城里边哪有兵来抢人呢？问问是咱的兵吗？大伙说那怎么可能啊？咱自个儿的兵把太夫人抢走了，不可能。那谁的兵呢？那就是曹兵啊。问吧，三问两问，问出来了。那天曹操派人来了。派了50来个兵，啊，这个把门砸开了，把太夫人抢走了，说是去见曹操，啊，然后就没回来，啊，这就这么个事儿。哎呦，张绣气坏了，你别说张绣，铁锈也受不了啊，是不是？你要说曹操跟邹氏俩人自由恋爱，那是另一回事儿，啊，但这个你。上家来明抢，太不像话了！我的神母知书达理呀，啊，啊，跟我叔叔那他过日子那是这份儿的呀，啊，在天愿为连理枝啊，这东西他一定宁死不从，他得死啊啊！这个就太可怜了啊，说没死啊，很幸福。哎呀，张绣气坏了，眼都直了。回来吧，回来坐在那儿啊。好在有贾诩呢，贾先生啊，怎么了这是啊？这什么气色不对啊？啊，脸怎么了？有色吗？啊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曹操欺人特甚，说了这么句话。贾诩就乐了，别着急，啊，怎么了？嗨，你不知道，如此这么般，讲了一遍，曹泽欺人特甚，一喊曹泽就算完了，为什么呢？翻脸了啊，这事儿不行。贾诩一嘬牙花子，心说：哎呀，曹操您这么大的人，您干这个事儿，实在是说不过去。好。那您看您有什么想法吗？文和，你出主意。好，那我安排一下啊，咱们不能让他这么欺负啊，这个事儿倒简单。你看在贾诩这很简单，咱们呢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，给张绣出了一个计策，说不是刚上曹操那儿去，曹操对他印象很好吗？对呀，啊，现在关键他还是张绣的人呢，你看这次他出这个计策，其实，对他来说帮助很大。为什么呢？要让曹操看看我能力多强。
我说出一主意弄你，就一定会弄你。我让你拜，你一定会拜。啊，而且我要忠心对待张绣，因为现在我是张绣的人。贾诩是这份儿，出主意吧。哎，那张绣没有不听的。好，先生，就按您这来。把这个情况都摸清了之后，需要做一件事情，什么事呢？曹操在他营盘里边，你怎么能接近他？啊，您呐，见他这么说，这么说，这么说，哎，张绣把词儿都背会了。见曹操还得客气呢。啊，吃得好吗？啊，吃得好。好好，我想跟您说点事儿，因为咱们这个最近呢，招了好多这个降兵啊，外边招来的降兵很多，降兵呢哪儿来都有，这个素质令人堪忧，有闹事儿的，有不服管教的，所以说我想最近这样，我呢也驻扎在城外的营盘，便于管教他们，便于管控。这个话说的冠冕堂皇啊。啊，你咱招好些人，这些人在闹事儿啊，您不能管这事儿，得我管呢，对不对？咱是一家子，我呀住着您这儿来，我看他们谁敢闹事儿。所以这话说的天边有道理。曹操点点头，嗯，好好好，那就你多费心吧。不不不，为国操劳，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当天张绣就搬出来了，这是第一步，我得接近你呀，接近你我才能办你呢。啊，第一步，第二就稍微麻烦一点了。曹操睡觉的时候，营门口站着一个叫典韦的人，就眼门前的人呐，没有人到得了他的跟前，这典韦怎么办？回来之后跟贾诩一商量这个事儿，贾诩说不要紧的啊，典韦厉害，典韦主要手中这对双戟很厉害，这双戟40斤一个，2个80斤，这抡起来谁也到不了跟前去，所以说当务之急得把他这对戟给他偷出来。这个大将军手中没有趁手的兵刃，那就去了一半的城寨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张绣想想，好，先生，那您去把这戟偷来吧。贾诩说，我跟你斗吗？啊，不是，我没法去啊，我去不了。贾文侯说，那我也不灵啊，我能出主意，我不会偷东西啊。您不会偷东西，这戟怎么办？别着急，你往那儿瞧，来了。